在咱的腰边，好，那讲不治的，无以为文书，好，不治的为医，不治的为医治的，凡事一切都从你来栽，你若不栽去做代志，会失败；你若栽去做代志，当中你就往倒去，伊的组织、伊的架构、伊的清楚是，你心里有底。但你心啦，你若不知影无底，无底就是起无底。所以过去古代的就把伊的代表性的名词叫做颜了凡，了凡四训。首先咱在座各位先生有办法。了凡四训呢，因为伊就是教导我们伊的伊的改名，结果伊改成什么名？本来第一名变成名，啊，本来方向变成名。哦，本来做小官过来，小官过来，真正做大官。所以，伊拿落来这个两个事情，就是刚才讲的事情，在业务当中，因果何为何因？有因才会出现果。那这个因，咱若无去了解时，咱拢自己说吧，咱无去处罚时，咱永远承受在这个苦里面。哦，因为伊叫算命讲，啊，伊一世人就安尼过。过一生了，所以伊认命，我安尼我免命，反正我既然就安尼，我甲鬼话做啥，爱人就叫啥，啊，我就甲当时我就性命结束，啊，我就是安尼过一生。后来伊拄到一个，伊有三思了，才来开口，讲，既然你有这个命，是过去前的因情啊，对不对？哦，玉帝精神已经变成了，但是你要知影你未来会过是啥，你即马做嘛，安尼啥？啊！你开始做这个工作，开始出现了。哦，啊，所以你咧改你的名，改变你即马当官时间无改，你当官是怎样？所以名无天赋名，无修无教。所以咱大陆在这世间咧，拄啊好占50%，是过去所注定的这个名，叫做名。但是，人来到世间，靠什么？但是咱大人差不多拢去有这个名，机会一半，二分之一给你附送。啊，我简单嘞，我就是这样。所以咱无法度去破这个观念，是当然你是有名，名可以附送。哦，但是咱后面有这个分的啦，这样对咱的修行，你太想要名，你也该去清楚，你也该去努力。你在接触努力当中，你迄意念在清净，所以名字也经验不好解。比如咱分一天多，哦，所以就是太容易就是讲，查甫去解查甫，来变成妖，你嘛是查甫还是男？但是咱记得一个天多，就是天多，这名。那么你是坤多，就是坤多，这嘛是名嘛？这先天所自然已经变的定啊，对不对？咱无法度改变事实，但是咱会当改造啊。咱修到了，咱经历了，变啊由咱家己本身的这个观念基础建立起来，这一阵来开始靠这个本。所以命运掌握在哪里？自己的手上。不是这样，你点都出会出笑。不是这样，你阿爷做定解的这个东西哦。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但是看你的手干，你的手干。依然或是这么意思来讲，咱公司有这个习惯，引入这个代志，跟咱关联。啊，但是咱国企里无人，咱国企里嘛无人，无人把咱提叫关联，爱靠啥？靠人。你这个方向变哪去？这个变哪导向？变哪去设计？变哪做？哎，靠人家己。但咱的挂牌就挂牌，就是整个公司的经验，而这个习惯是伫遮。所以咱过去无人甲咱提供咱靠啥？靠遮咱受到一个经验，所以，哦，因咱讲事事理，不能不理，然后心理要有理，所有的万事万物无离开道的本体，所以万事万物拢有伊的原理。你若会当清楚了解事理甲有理原理，你做每一件事虽不重不晚。虽然无法预判，但是一个天差地远，啊，加上咱的努力。拄啊，我讲，
用这个用这个东西保护自己，安尼伊的生活都是不是会当提升？如果咱人用心去做，一个真好的生意，伊无用心去经营，因为这个经营好的经营变成啥？变成失败，变成亏的。虽然命运天注定的，但是咱人无修一定照样行。所以其他伊咱拢不修。那么既然有修呢，咱了解因缘了后，还知影讲伊的本甲伊的法。好，虽然讲树欲其貌，必先其其根；水欲其清，必先正其源。好，咱一丛树啊，要大长，其实是拢要分这个根的。咱灌水一定要这个根和茁壮。树啊要大长，这个根来保养。筋啊，够无用，这个筋啊，无水分无营养，一条树啊，人就大。所以你这筋啊，够用，树啊，伊自然伊会开花结果，咱就快乐。所以这个筋就是讲咱那个心，咱那个心念，修德修心，办德行心，害人行心。哦，这个心你啊够用，你的道念坚固，你的心念正确。那么你无法在凡事，无法在世，这个成就的签，绝对袂离开修行。哦，迄个水个签，你水管一定要啥，爱无污染。迄个水个污染，咱的心头迄个根源，咱心头根源，咱不管是爱自己爱回光返照干部。好，咱贵姓人讲啊，一人爱三姓五心啊，非人无不中道，一人刚心哦，凡不姓哦。但是咱拢无发这个功夫啊，甚至咱拢把一寡错误、把一寡唔对，归咎在某一个人身上，安尼对的，安尼对的。咱若如果把一切这个过错拢无反反自责，拢把这个问题推向别人，其实迄个心情是爱家己一切。虽然说你讲一直在反省，咱是不是每一天拢在照镜？照镜拢看到这个面面，对不对？但无看到这个心。那么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念，但这个心念咱是每天家己，咱的这个有因，看袂到因，因为在这个树、那个树下下这个土啊，对吧？这个因都看袂到，但是这个因看袂到，发掉就在树下心、心感、感法。那么一个人来讲法，咱一个人的力量，对啦，对，发掉这个人，你做人处处是要心感法。那么修道也一样，修道的道量若无坚固、无清楚、无正确，关系到你未来修道到底会正果的，修道也是关系的关系。所以在先天有数，在后天无力无用。所以你要修道，一定要修心。你再讲不低调，你就是君子。哦，真正是一个君子哦，你应该爱去了解这个管理。所以或许。原来咱这个公司的工业主任甲刚刚讲，讲哦，你要当君子，不要当小人。听你讲这么奇妙，看你讲现在那就道理出来，有有啊，我有有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好，啊，但是你唔好讲看你们是小人，工人就小人去动手，是安尼。讲你是一个管理者，你会使用你的体力去换你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成果，你爱用你的意。他用比喻就是讲，你爱明白较早，看明白清楚，然后呢，你爱管理明白较用心。但是你唔免流汗，但是你爱用心。所以你分出爱用心，用心就是讲有代志，即款事爱透过沟通、透过互动，然后呢，咱即个团队才是来做个开始。所以咱讲君子动口不动手。那么一个管理者的本心就是爱对这项事爱有一个宏观的看法。你要去研究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伊拢会当亲像咱哩去做项物件，我会当做啊较好势。哦，咱若当算过品，吼、哦，迄品图内底吼，每一个区块拢有伊个定位啊。啊，你若无变大，迄个无成就图啊。但是你若较好势吼，变成树了就是水了。树多嘛，你个款，将咱个心安住在个安住之处。哦，该开班出来就班。哦，爱去跳就是。就是这困难，该上班就去上班，哦。那么，咱该做啥物代志，咱要修的本领。
用着咱本来迄个本来做，安尼做个语言呢，咱甲伊做呢，即个上好。所以咱在营销咱上天，互咱的一切，无管咱叫伊是上好还是不上好。就是咱是咱家己的。
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米的灌输呢？当然要有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那么头拄来讲，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但是有当就是根据出来无，有当有真明确，初佛到二佛，啊二佛要到三佛，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拢是家己安尼，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做啥物做安尼，家己是啥物诶？所以今仔日咧，咱一贯真理很多啊，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因为这伫咧佛经记载2500年前，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伊个所在就用得着，伊个所在咧伫摩顶受记，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啊代志啊。哦，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哦，所以今仔日，这个卖完快乐米的家园啊，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米的英文。啊、哦，天命来传承米的英文。那么，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听讲咱一贯都做出是米的粉，那么咧，伊就开始来提了米的下生经。一句话来讲，一个米是56亿7000万鸟，才下阎浮提度众生。所以，即卖来讲米的英文是错误。但是嘞，今仔咱唔是要甲伊相称，嘛唔是要甲伊辩，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希望咱家己正视。听了这句话，咱卖确实个明白，米的上升中记载个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讲嘞，最适合的物料。马上归你的保守，你的保守话不保守56亿7000万年，咱这个是你的下任务的大将军，并不是讲56亿7000万年后你的保守来保咱，所以讲这个论题的人，伊是家己看的无真清楚，叫咱绝对站得住脚。哦，所以莫不给，给，不给你。无少年的辛苦，无少年即个讲啊。
到底哪样问题啦？啊，这环境不是解决，这新的嘞，伊嘛是在做，哦，这是，大家每一个人开始歪，来麻烦所在，所以嘞，每一个人爱还是见面呀，强调公平心态，就是天子，哦，啊，这当然，啊，咱也当进步前面，咱大家慢慢来，来调整。要这个目标是，哦，那当然呢，啊，这个领导，啊，中华新闻办就是有叫咱华联的旗杆书，啊，叫做旗杆书，咱家里面的太太，哦，咱的太太，啊，伊因为来给咱做个信，哦，啊，作为啊来共同这里面的，啊，那当然，伊这个领导的特点呢，那就是人性啊，伊这个修为。生活与修行啦吼，那就生活与修行。那我们这地方呢，是叫咱热心，啊，咱培养业主，在修的当中，非常的这个热切的关系。毕竟讲的是讲，咱含过去的，而且出家啊，出家者无少只。出家者呢，伊抛弃业主，啊，伊听到这个流失，哦，无加上无加上这经文呢，啊，这难执。伊本身也无感觉压力，哦，哎，来开车来出来叫我这个班。那么呢，天气培养新得住，也就是以这个人家的心，以火体的心，所以目前你们就用火体在内，哦，那么就是来讲，你的心哇，把心的当中来的是在你的练就了咱目前人后天，也是各位，哦，啊，那么这个啊，这地方呢，啊，在目前人非常的这些的关系。啊，咱希望呢，啊，请啊，时间师呢来给咱做一个，而且呢，啊，花了不少的这个时间，啊，最后啊，祝咱身体健康，可以上万。大家道歉啊，德行
时也放我注意这年代的加油吧季节加高度就好变所有学生的题目是生活与修行
业主啊，甲咱讲过，伊讲着要首先在家认定，不由在时，在家要修如东方明心生，在时不修如西方明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为什么业主会讲，那真心的修行，得住的嘛是会使修啊？唔免讲一定爱去不持修嘞，不再修行。必须要抛家卸业，破破红尘，去着是苦修苦练，因为迄个时阵呢，都是单传独修的。单传独修的修，一直抛家玉祖为止。玉祖在宣扬佛法的时阵呢，这个刀已经割出来八片，会打开大开普渡，广度有限。咱将着师尊师父的恩典，才发到一处的修行。如同玉祖所讲的，伊讲修行无一定爱出家，才叫做修行。一处的嘛是会当修行，如自己的修行，咱会当福福同修，福助同得，福慧双修。一方面趁钱来照顾家庭的生活。一方面呢，咱会当修行，充实着咱自己的内涵，天公原则，遵循着真理，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悟修道的真实意。如果咱若是不是真心要修行啊，咱的身躯带伫游戏内底，咱虽然食素食，但是咱心内底。贪嗔痴爱酒色财气，这种种的病因，咱也无法去治疗。这另外嘛是同款的，被为父亲的高分的治疗嘛。咱为者咱会当了解，修甲不修，不是环境、处所的问题，只是咱的心的问题。咱这个心是毋是在工作当中，在应付？应付的当中，未去互思考去所转。咱来当保持着平常的心，这种平常的心呢，这甲出家还是在家，这并无相干啊。所以讲，心若要清净，咱就参照西方的情况，搬来咱世间中，咱人间的生活。敢若比天堂同款啊！什么叫做生活嘞？生活意义就是生存活在当下，凡天下天下之物，拢有伊求生存的本能。上天有互相指点，使大家同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拢有伊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咱人来讲，属农耕商，各行各业的人。无非拢拢是为着求生存。人讲一枝草，一条路，行行出状元。只要认真去拍拼，各行各业拢有伊发挥的空间。上天予咱的拢拢是公平的，由达官贵人甲凡夫走出，大家一天拢拢是二四点钟久。同样的时间，但是有不同的结果。这是一个人用心不同，自身就不同的结果啊。世间事变化十几个，
伊写一本书，吼、哦，迄本书的书名叫做《欧洲风光》。吼、哦，伊伫迄本书内底有安尼讲，伊讲，若想要爱有上好的工作环境，就爱选去卢森堡，选去卢森堡做事。安怎讲的？因为卢森堡迄边的工资足高的，哦，若想要开性能上好的车，就爱开德国的汽车。若是要住设备上齐全的厝，就要甲英国去买厝；要住伫气候上好的所在，就要住伫乌多噶，因为迄道伊个气候四季如春啊，树皮如春，如春同款。要活伫长退休，就要去法国养老，因为迄道伊个寿命吼，平均是上届长退休。看咱如何去选择。如果头前车拢予咱得着啊，安尼咱是毋是一位真正吼、哦、知影讲要安怎生活的人呢？其实人生毋是讲限于伫追求享受甲富足，只是生命价值毋是在伊的长度，只是在伊的跨度。所以讲，长退休不一定讲好命，不一定讲有简单嘞，活了有简单嘞。只是讲，伊活在世间，这个当中，伊对这个社会、人类是不是有贡献，这才是会当显出伊的价值性。一位真正吼，伊、哦、知影安怎生活的人，在金钱方面，伊。袂去做金钱的奴隶，伊会去支配着金钱，用在有意义的所在来造福社会，利益均分。在时间方面呢，伊会抽一寡时间来适宜咱静坐、心思、吼、哦、看者，背一段的经文、习俗，甚至做义工，来提升咱自己的品格。反过来讲，一个人毋知影要安怎生活的人呢，伊每天就一直去追求伊自己的探求自己的迄个欲望，伊袂为着对方设想。亲像有一个故事吼，伊是安尼写、安尼讲的啦。伊讲有一位富翁，伊饲了99只的绵羊啦，绵羊。哦，这99只的绵羊咧，每年都会甲产生大量的牛粪，哦，这个牛粪带真济真济财富，但是这个牛粪伊心内嘛是袂满足，嘛是袂快乐。为啥物呢？因为伊的心内总是感觉讲缺少那么一点点啦、啊，哦，一点点想讲啊，本来会使讲搁加饲一只吼。我到一百只的整数啦，哦，这才是我心目中所理想的数目啊。所以伊一想、白想，想到无眠不落，想到暗时也困袂去，哦，每天就是为着讲要走出去只牛、去只绵羊，哦，滴无眠啊。当伊一天呢，伊看到一位善良人，手中牵着一只绵羊，伫食青草。伊就赶紧嘞，走去嘞，因为善食人的身躯边，紧嘞，甲握着手吼，啊，甲祈求，拢拜托伊啦。你甲伊只绵羊送互我吼，因为我才饲我99只绵羊尔，啊，我嘞，你只只嘛送我，我到100只吼，伊完成我的愿望嘛。这个善食人嘞，看到富翁安尼甲伊要求，无讲到第二句话，就甲伊只绵羊送互伊。咱注意前言来着，咱也想看卖。咱一个人生活嘛是娱乐，有迄个重量，哦，就参照迄面锅共款。咱会找安尼千百万条的迄个理由来满足咱自己的愿，咱的愿望。假使一个人伊心中嘛是无迄个重量的，就参照迄面善食共款。伊说啊，厝内底无啥物价值的物件，干那一只绵羊。会当讲一年分一丝丝仔迄种来收入尔，但是伊袂去计较，伊的心中解放大。
反过来讲，一个毋知影要安怎生活的人，伊的人生观拄好好倒反啊。哦，咱妈在边听着吼，迄个启智学校一位迄个地校长伊安尼讲，伊讲快乐的定义，吼、哦，就是在拥有的多，只是计较的少。因为咱人的能力有限，咱的欲望确实有真诶。一个人一生中，若是被欲望所牵，那么伊绝对是袂快乐诶。安怎讲呢？像前些咱常常讲一个谜语，互咱复习，互咱复习着啦。伊讲坐在马桶等瓜子啊，哪位前些知道这个答案？啊，那就前。他里面讲说住不付出啦，哦，咱食，袂付你咱支出的啦，是不是较少啊？咱支出的较济啊。对。所以伊人生快乐袂起来，所以讲有闲的，咱在有闲的不计较，咱爱低调，咱若低调，才会上路。咱爱怎样讲低调？咱就爱安怎呢？爱欲望减一点啊，吼、哦，咱的爱心加付出一点啊。爱有快乐的生活，就爱有健康的人生观。因为咱的观念有健康，无健康，这会影响到咱人的行为，吼、哦，咱的行为的好歹，这拢是咱养成咱日后的习惯。习惯的好歹呢，会塑造了咱的个性。哦，咱个性的好歹，会形成咱命运的好歹。哦，参照讲，这个观念的问题，咱若观念无共款啊，咱以父母来讲啦吼，咱讲呐，你就变成咱爱听鞋啊嘛，啊，咱前头嘛讲，咱是比如话讲啦吼。随性的，鞋仔就安尼凊彩放坐落，放坐落底，有当时鞋仔烧焦，有当时才一脚脚一脚。啊，咱平常若讲较仔细的吼，讲较歹听，若讲较古摸的吼，咱就会讲，啊，这鞋仔呢，安尼就会，咱会感觉排好整齐，较好看。吼，都因为伊的观念影响着伊的生活习惯吼，无共款，伊就会使伊的个性讲。我煮方便就好啊，啊，就较行行就好，甲伊练就爱安怎摆。啊，开高度时啊，咱先就为着一双鞋啊，有摆好势，无摆好势，安尼去冤家嘞。所以咱这观念很重要吼。吼、哦，咱若是要改变咱的命运，第一，咱对咱的观念要先改变。咱的观念若是改变，咱的命运就随着改变。本来会冤家啊，但是冤家较厉害，无条件，敢若为着啊，咱这鞋仔摆好势无，摆好势，但是袂离婚啊，对无？啊，咱若是观念有改变，吼、哦，这问题就袂发生啊，所以这命就袂讲安尼行去啊。咱若有正确的观念，咱就必须要透过修行来参加，来改变。吼、哦，所以心意合作修行的。咱拢知影，咱的衫烘破去，咱拢知影要修补。咱的家务若歹去，咱知影要修理。咱的头发若乱，吼，咱就知影讲要爱整理。咱的因为脑偏差、脑过时的时阵，咱就爱依靠着道理来修正、来改变自己。所以讲，修行就是修正行为。修行
标，修心就开目标。五林公，修心就是除去咱心中之不善，咱心中有啥物不善的？太侪太侪咯，贪嗔痴爱酒色财欲，吼，这种种。贪就是贪财贪色，吼，贪饭贪遐咯，无所不至贪嘛。嗔就是嗔念心，吼，咱若看人好，咱的心。都袂自在，吼、哦，咱会产生这种妒妒忌的心啦、啊，吼、哦，会犯妒啦。痴的就是痴痴，何里他袂袂固执，贪嗔痴，吼、哦，阿遐就是在伊拢共款啦。慢就是傲慢啊，骄傲啊，藐视啊，吼、哦，疑就是疑心怀疑。无要相信道理，无要相信真理，不正见就是无正确的观念，邪思、邪见，这种种的病，拢会给咱带来烦恼、痛苦，吼、哦，是不得解决，所以咱爱家己。咱这种种无好的心，咱若是家己丢掉呢，咱就会变坏掉咱的本心，吼、哦。好，真心，用作好。
就是道，真就是真心。咱的心嘛真，咱的行为举止都正。咱做任何代志，咱拢会守住彼个中体。咱到任何所在，咱的心袂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咱会专心的。咱会专心的，咱袂去，咱的心袂有去所转去。一个真心的君子，伊袂因为环境的困局，而放弃着伊的原则。所以讲，心安茅屋稳，心定菜根香。哦，咱的心，若是过做归心处啊，咱的心若是心，咱的心若是善良。所以咱虽然无迄个态度，咱虽然若是住伫茅屋内底，咱嘛住了，敢若讲心安理得啦。咱的善根，咱袂有贪念。所以咱虽然是吼，甲菜脯面啊，也是感觉真香啊。孔圣人伊有甲咱讲，伊讲君子守纪律之行。尊重所依为之前，所富贵如何富贵，所贫贱如何贫贱，所衣食如何衣食，所患难如何患难。咱今仔也是，咱今仔日也是一位君子呢，真有德行的君子，当伊在好康的时，当伊在
在宗教传输。一为着多位耶稣呀，放弃着耶稣呀，离开着伊个家庭去泰国，因为咱这边，咱有甲一寡菩萨去泰国度蜜月吼，咱有了解，咱去到泰国，吼、有目睭袂晓看嘞，因迄时拢甲咱豆菜是敢若病毒嘞，看无，吼、有嘴袂晓讲话，伊个语言甲咱个语言无共款啊，咱也是看慢嘞。咱来宗教传输，伊为着道，吼、为着要传道，伊伫泰国，吼、伫泰国遐，要安尼家己一个住伫遐，足困苦的。伊无因为环境会无共款，吼、是转变伊要传道的这个环境，照常较艰苦嘛是伫遐传道，吼、所以伊这种人道。尽用道观的精神，代替咱尊敬甲学习，疏散咱，平和咱，吼，再保持着一个修道分子伊的坚持。拄着困难的时阵，无改变伊的志节，亲像咱分子共款啊，吼，一旦是一飘逸，人不改己忧，唯有改己乐。吼，当伊困难的时阵，伊会当讲坚持，守着君主的志节，安尼才是一位真正的守着君主。外在环境安怎变，咱的心嘛守住着中道，吼、道真理真，咱的心嘛是，比如。咱嘛讲过吼，伊个佛像边仔有一对对联，是安尼写：何处比人海？只一个无把这些通。在咱的思念中，咱也无下思，无下念。咱的心地若讲大，这就甲人海无共款，会当得到吼咱家己智慧所爱，吼用耳仔去呼吸，吼闻声会当救苦。只一个无把这些通，咱也立志无倒。咱的心不退转，自身也算这边，即是西方如来做。所以讲，咱修道修心，咱的心也正，咱的业就正，行为也会正。所以讲，正义施邪法，随邪也正；邪人施正法，随正也邪。
啦。咱阿赞伊是一个正人君子哦，伊虽然是也后尾问十点外才出去，但是伊所做诶代志嘛是正正当当诶，哦。啊，若是反过来讲，若是一个心术啦，咱心灵内底，若是讲无正诶人咧，伊会利用正法去暗号迄个邪法，迄个伊心内底欲望，来大家骗财骗色。所以法，伊是一种诶工具，吼、哦，咱法啊，比如讲一支刀来讲啦，这支刀若是恁一位吼真医生诶医生诶手中，吼、哦，伊会甲一支刀医好这个，然后比如讲急性盲肠炎诶病人啊，啊是讲发作内底体内内底有生了无好诶物件吼，这病人诶痛苦，伊会利用这支刀甲病人医好去。这支刀若是讲你有一位爱心诶妈妈诶手中，伊会疗愈着一道诶迄个痛苦诶感觉啦。像咱念来讲，咱就吼是感觉讲足惭愧诶。来遮咱无啥物道理，咱伫学习吼。啊，咱房贷大家注意前过遮，即摆一定爱足痛苦诶，即个色香味加了出来，吼、啊。啊，若是讲这支刀有一工若是留伫。若是讲你卡内个手中个，伊就会做出手脚害人犯罪个代志。咱家想看觅，即支刀伊若莫家用，卡袂发生作用个。即着即刀甲法共款啊，法无好歹啊，是看咱使用刀即个人，使用法即个人，伊个心术有正无，伊个念头有正无。吼、哦，所以咱个心。会当生，会当恶，所以咱才需要透过修行来去恶尊先。咱自古至今，真济有德行的君子，拢明白着修心的重要。吼、哦，参照咱明圣人，伊甲咱伊所经过的吼，真个啦，伊对咱中国的仁君之人舜帝有所赞叹。咱《孟子篇》内底有安尼写，
同款的所在哩。所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大孙伊若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项善事，伊就赶紧想讲要去落去学习，赶紧要去效法。伊这种的强烈的决心呢，就参照吼，迄发起的三无同款。一种强烈的决心吼，我都有人去甲做到，这就是大顺，伊成就大义大圣的原因之一。咱在途中吼，咱会经过这样，像安尼精神吼，在佛法内看实在足济，啊讲袂完啦吼，啊佛法就记了几个呀，参照讲，咱的姑娘哩，咱在姑娘哩。哦，伊为着道务的需要，伊知影讲道务要向外开放来开拓，哦，解决一个问题嘛，有钱好办事。所以咱姑娘哩，伊就家己的工作，白天的需要甲辞掉，专心投入来这个圣事内底。啊，尤其是咱的迄个正义所啊，哦，啊，甲很多前贤们啊。哦，为着道务的需要，咱那个帮助民先生这兄弟啊吼，甲家庭改做咱道中先生的工龄，哦，当中前线，这种的为道吼来宣扬，哈，这种的精神，做家己来传承，啊，尤其是像台北迄个尊级前线啊，咱就阿一直感觉讲，伊就是。跟他工作同款，吼、哦，伊普通时啊，伫台北市场去推广那个爱享素食啦。那一个遇到道中的代志，伊无第二句话，像咱华人素食的烦恼啊。啊，伊安尼，拢前一天真正的到位，第二早起，伊早起做甲暗，吼、哦，身躯洗洗，又搁赶车返去，吼、哦，太侪前线拢安尼，只不过是咱后线吼，有几个女的啊。啊，这拢做是修行的方法，这拢代替讲咱自行甲合法。像咱古老先生嘛，同款啊，吼，当初甲刀带来台湾的时阵，因为语言上未通，吼，生活环境阁无同，生活阁困苦，要甲这刀甲传出去是非常的困难。咱古老先生。伊为着做医生奉献，咱拢知影，古老先人有广大的医生，医生再善就诊为大义，医生听有蛮看为大事，医生家族真爱为大事，医生性命不顾为大用，医生功课不计为大义。老先人在世用菩萨行，出世。哦，也成就关键地位。自古至今，所有的圣人身份，拢总是在伊活在世间的时阵，由伊的日常生活当中修行而成的。所以讲，生活即是修行，修行即是生，修行即是生活。生活是一个道场，生活即是道场，工作即是修行。伊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是一种真实的显现，在一切行住坐卧日月时中，拢无离开道，离开你。哦，亲像唐朝、唐朝。
小苏。
真实的语言，莫去执着，莫去含着。咱拢生活在上个世界，咱爱是如莲花出污泥离不了。安尼，咱的心才会当清净自在。会做毛讲，伊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咱为咱的生活当中，咱会当活着自在，活在当下。咱爱照着修道来活念咱的心情，也使咱的心性在活念中生成，来体证过。咱借着修道，使咱的心地更加清晰。一块铁啊，一块铁，要经过安尼千锤百炼，才会成钢啊。一块石头嘛，同款啊，爱经过切磋琢磨，才会到成型，才会到成器物。咱借着修道，使咱的心性更加宽。咱在生活中锻炼，经过锻炼，咱才看会开，咱的心胸才自然会扩宽。借着修道，使咱的心地更加光明。由修行中锻炼，人讲经一事长一智嘛，边修边行，咱心中不长无名草，心中常开智慧花。生活甲修行，就学着讲到遮，因为就学在所学切，无法度从题目内底一话，甲表达甲解清楚。在教书的当中，若是有模仿的所在，这不是就学的本意，请注意这点，大家多多包涵。
虽然咱咧伫咱生活当中，啊，会当来时刻刻，我咱咧会当会提供咱每一个人啊，都是，因为天高宝贵，当然天是了啊，伫咱这个生活当中，因为咱不是出家去做人工的事，咱拢是看咱拢是这个被列中看车代数。所以咱必须要面对着咱伫这个人间的一切的生活的压力。如果若无这压力呢，我相信咱的心都也非常紧张。如果若无这压力，我相信咱嘛会心情啊，哦，会心情。所以，修行就一定要有压力，就敢若讲水若无压力哦，要走去到去四楼哦，走去三楼哦。所以讲，加上啥呢？去加阿婆啦。啊，所以从这个阿边来阿去哦，阿来去。咱人体中加上咱的血，若无这个阿边，会走黑，会走。所以咱单单在咱身躯内底有哪有哪种血啊？阿婆给迄个血，迄个血阿婆嘛适当就对啦。过头袂使，阿无够袂使。啊，所以咱的心，咱的心内中，这个血咧，有这个阿伯咧，甲咱推动，有这个气咧，甲咱推动，啊，咱一切咱的运行，咱的非常这个顺舒啊，身体的健康。啊，所以咱这种在生活当中，每日咧甲咱运作，啊，咱有感觉，哦，啊，每日生活，咱有感觉，所以叫啥？你叫生活。那么生活跟修行，哪个讲呢？是一体两面。生活无离开修行，修行无离开生活。那么为什么他要分这生活跟修行？咱今日在降生在这世间，叫做生活。有生命就爱活下去，那无生命，总得活下去就对了。哦，啊，有生命活。爱做嘛，啊！那么在咱在生活当中，人类落来世间，上面既然创造人类，创造万物，拢有一个游戏规则，游戏的规则。哦，那么这游戏规则，那要讲起，伫咱心骨内底，咱的心内来讲，叫做良心。哦，叫做良心吗？啊，良心有哪良心？道德。啊，所以这道德，就是讲伫咱这。所作所为，爱照这步骤去行。你咧前面叫做道，那么流露出来叫做德。所以有道流露出来叫德。所以啊，这个中庸内底就来讲，天命之为性，哦，是道啊。那么修道之为教，那么出行之为道，那么出行就是讲出自咱本性当中，咱所具有的仁义。哦，这个我得来做，照咱的本心本性去做，无离开良心，那么所以我才会得到平安。啊，迄是咱日常当中应该来做的。所以，为什么咱还袂当照咱做？啊，所以咱造成咱离六道轮回当中。生死死都生啊！啊，所以呾袂当照咧呾甲咱定下这游戏规则。心灵呾设教，设这个教化，互咱有一个啦，有一个迄目标来遵循。哦，来遵循啊，咱后下咱来行，就敢若讲迄啊，即个咱白天要做啥，要做啥，要做这个啊，装潢，一定爱呾。规格地，哎，有这个一条蛇啊，后面拍拍什么那个啊，大嘛吼，迄个拍拍啊，就一条那些笋啊，你问问，哦，哎，这是规矩的，哎，规矩的那规矩就是要互咱照来去做的，啊，咱若不照来做，当然欠你还款，哦，啊，所以你咱这世间嘛有啥有规定啊，了这个游戏规则，
叫啥？叫做发问。那么这个发问，也就是咱咱个啥？咱个最低的这个最低的道德标准对了。发问就对了，因为发问，甲你规定安尼，安尼来教你做。你若无照安尼去做，啊，就犯法了。我所以咧，发问千万条，咱有些感觉，我那些些麻烦了咧，其实。啊，对咱信徒来讲，这个无啥对了。但是呢，哦，法律会较济，对歹人、对迄犯法的人有法律。这条啊，法律，迄条法律，人家我出去也帮你，啊，出车子也是来帮你。但是对咱来讲，咱袂啊。哦，咱袂啊，因为咱有咧遵守，咱有咧遵守咱的道德良心，所以咱就差袂去犯这法律。哦，那么迄个犯法律的人哦，伊有那么需要的，啊，所以迄个是真个，也是个标，这个最低的道德标准。刚才赛车就是，哦，赛车咱老师有伊个，迄个老师来甲咱提看到个，哦，啊，咱老师也真好啊，啊，真话是细心的，咱也有消防，咱也是有话的个，啊，咱个消防兵，我给咱。哦，啊，所以咱这个人对道德的坚持，当然有时啊，比较对咱比较前面，哦，像咱伊咧破镜头遐哦，跟七路物件，遐啊遐前面，但是咱若当天到暗时啊，开到遐时阵，那拄着暗天的时阵，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破镜头，但是呢，你遐。阿婆，对阿婆车咧，那一条哦，啊，这个是那是在咱对这规避的这个要求，自我要求不够的。但是有个人，伊会大胆，经常无钱，伊蛮袂走的，哦，搁了无车咧走，伊蛮袂走的。伊反正我都看前面尔，哦，我看前面尔，我反正，啊，这个是。在生活当中，咱有教这个无能力，那么当然，有当时来讲个，这看到有哪了问题，也无车，啊也无警察来啊，啊你来我来，你来多大？哦，啊所以咱这个先生，那要讲个，那主做的个话，但是当时啊主做了嘛真可爱对，迄个我伊家己对主我的气息主我了，所以就是。所以修行就是啊，修得多嘛哦，修在咱的生活当中，其实无离开。所以，大汉就来讲，自天主以至以死理，一时间以修身为本，哦，基本原则不食之苦哦。己所不食风，己所不食火，以自意的。也就是你讲，修行就是修心的，修行就是对迄个源头搭的，迄个本啊无乱，未会乱。啊，迄个本啊乱，讲那讲迄个就是未会成，那困难对啦。你讲那个心，那乱，你所领悟出来、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乱。哦，你讲你包装那么好，你包装那么好对啦，因为啊，那你包装嘛吼，就咱讲咱人吼，那不够方便，咱就少点这物件包装，少点化妆品，少点啥物来包装，就会咱看得出来。但是到底要买哪样物来，会发现问题吼。啊，咱心就是，咱的心无清一条，咱的心有见你再有我。那些五件事啊，五件不见到的这个人嘛，虽然这时间会得咱地方特别，但是故啊幼稚，自然埋起的起，那个玻璃位还不好还是什么那个，哦啊，所以这个心都要来修修，哦，所以生活和修行是一体的两面。生活就是道，啊道就是生活，所以后边我也有讲的，刚才有讲，叫做生活，叫做道啊。那么道其实无离开咱的，哦，
所以迄、那个啊，师傅就甲你讲啊，讲放诸四海而皆准，都放诸四海哦，都不管离对遐是啥物啥物所在，拢适合咱用着，啊，拢无离开啦，拢无离开呢，就敢讲穿个鱼啊，是不是？吼、哦，鱼啊，离水中。这是你们在做什么？已经无我了，对个。那么咱在呼吸中间，迄个空气叫咱滴嘞，叫咱过社会，咱嘛袂感觉伊这个伊存在，迄个咱做主的嘛，迄个是道嘛。所以无离开咱，那么道，对啥？万古的秘宝，万物之道。所以就等于，那十二章就来讲。迄道是万物的迄个恶，迄个啦，迄必报，迄个恶，善人啊，善人之报啊，不善人之所报。迄善人需要这个报，需要恶啊，哦，对善人来讲，伊是这个恶；，那么对不善人来讲，之所报来讲，迄不善人歹人嘛会去依靠恶呢。所以呢，咱讲啦，佛道亦有道。
哦，啊，你有罪，会使会甲你写。你若真有罪，你若真遐会当去忏悔。哦，有罪会当忏悔，会当呐，会当写迄个写迄个罪。所以，伫十座高阶，伊甲咱讲咧，伊讲啊，讲用我大圣之忏悔，哦，不邪行径真无罪。你若当去，会当去真正向你内心去甲你忏悔，将你的邪念，将你的邪念，甲去掉，当下会当去体悟，安尼就无罪啦。哦，所以有时候经伊甲咱讲啊，就表示讲有罪会当去变，哦，啊你有罪会当去变，哦，啊所以呢，这个在你们生活当中应该去的，哦，去做的物件，时时刻刻你爱念珠在珠，所以心道就是咧心修咱的心，所以咱咧心就佛菩萨，要心就照心，伊咧心。所以，金刚经来讲，心，众生啊，佛三无差别，三就是一体，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你心内边众生嘛，哦，啊心内边就分别嘛，啊心内无就是佛嘛，就是菩萨嘛，哦，啊佛菩萨就是哪，就是天道，佛菩萨就是在天道。那么众生就是在你这里。到你这人间，那么如果呐啊脱生就到脱生啦，啊这个鬼就到你地间啦。所以地间加众，地间加这个啊天道，拢用咱心去做。所以修行就是讲对这观法得定，所以咧基本观是法者义啊，好，就讲无错对啦。你的心呐无正。你的行为所流露出来，你袂正，你袂正，所以才刚才讲行于中，行于外。你心有行，能看出来；你的心假行，那么看出来。哦，你表现的，表现的你，表现的你给你，表现的你给你，你起来对。一个人善就用善去，一个人恶就用恶去，一个人一个开机的一个装备就用杀去。搿就讲，搿就是行于内啊，行于外的。对我们来讲，所有都是外靠物件。所以，搿个讲，骗人袂袂对啦。哦，啊，即就讲，你的感情啊，变变来变更多出现。所以咱这面呢，都穿了穿了一个天小姐。今仔天也咧好天，哦，今仔好天，看你看来，我无乌云，无你怎啊？今仔可能有一头就出来啦。哦，要乌天，要乌天，暗地啊，可能要落雨啦。咱这面嘛小声，所以咱细声讲句话，讲入山看山势。啊，进门看人，哦，啊，看到你就猜，咱有法子管你啊。咱今日要去红星啊，看到今日面臭臭哦，今日可能，咱阿爸是麻烦，你看知影，哦，咱就可能咧讲哦，发点电话都出来，哎，那个是伊迄个面上显露的这个一个状态，啊，这拢在生活当中，咱会当去观察到。所以，入山看山势，啊，入门看人。哦，所以伫迄个中间的迄个生活内底，哦，就是讲生活是道，啊，道就是生活。哦，啊，所以伫修心当中，是咧想啥？去依本无，复依本有。拄只老师讲过啊，咱咧修道，来个就简单，啊，来个。简单作困难，简单就啥？就是咱日常当中，咱遵照咱的心去做，这是简单作自然的物件。自然就无违背，无违背着咱良心，无违背着天意，吼、哦。
甲迄个阻碍来解决嘛。啊，就是心嘛，心袂好嘛，哦。啊，所以心啊，就是客气啊，就是免出无小事尔。啊，所以伫咧中间咧，咱咧修修道就咧修，啊，修心就是咧去依本无，依本有。啊，咱咧叫做本无，本无叫做九色财气，这物件。贪嗔痴啊，这物件本来就无物件。你若贪嗔痴，这物件无。啊，本有为啥？本有为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啊，伊叫做八戒。咱挂这八项来，但是咱这八项也未晓使用，这八宝未晓使用，无遐快成佛的。那么来这世间，咱阴阳的贪嗔痴啊，就先生伊这本来无物件，甲摕来当作宝。不安尼，不安尼，不见就安尼行对啦。哦，啊，咱要恢复这本来无的物件，有可能无有。贪嗔痴的就先生，这本来无有。我来比一下，咱的目睭，若生咧，或者乌色毛啦，年龄侪啊，气力较乌衰啊，生咧白来吃，迄白来吃本来无的嘛哦，咱若少年人只搞迄物件，无迄物件，迄本来无的物件。爱白来吃，甲咱炸的，地疏咱的目睭，失去了迄光明，看袂出，对不对？啊，迄物件，咱一定啦，一定会困掉。那个啦，我讲着目睭有咧飞蚊症啦吼，目可能目咧飞啦吼，伊遐伊就去互干掉着你目睭啊。啊，这物件话，咱一定啥，一定来找医生。甲咱医，啊，咱求治，那么，互医生甲咱医，医好啦，咱已经目睭已经有产生这个光明出来啊，哦，恢复这个光明出来，目睭有看嘛啊，这病来食，这本来敢是咱目睭有诶，敢是本来就这病诶，无嘛，啊，这无，这不是医生话的呢。因为是医生甲咱医命，但是伊迄光明，迄、那个光明不是医生话咧，是本来咱目睭有看，是去予这本来无那炸的，它崩裂掉的，所以医生咱看袂出。就咱讲一个头，本来就光的，啊，就去予那去予这阳光啊，热裂掉的，输咱啊，输咱地位也看袂出来。哦，啊，若像这物件去不掉，迄、那个光照出来。因为咱讲本来就贵嘛，唔相信咱来坐飞机，咱拢知影哦。咱台湾这真贵，啊，顶座啦吼，顶座咱也无快啦哦。要不咱来坐飞机看，你头本来就公车嘿，哦。啊，咱这个叫做啊，迄个天空下对啦吼，我们杂聊呀，我们快就好，其实咱本来就贵，这物件。那气度掉，恢复这个功能。所以本来有的，哦，本来有的，啊，它就是本来我们一颗气度啊，哦，啊，所以带来恢复这个本来。所以气之本无，啊，福之本有。啊，就是讲，今仔日心道当中，将咱这物件气度掉，这叫做不善之心。那气度掉，自然就恢复啦。咱本来话，啊，咱本来话就是生着迄个佛菩萨，啊，所以咱是咱咧成就佛菩萨，哦，就是这物件。哎，嘛讲来讲足简单就对啦，啊，当然足简单，当然啊，来去做，哦，所以咱今日成就已经得着道，叫咱叫信心，所以就咱今日来讲信心。因为你有信心，你有这一只想要这破鬼的，但是后边呢爱好，信心爱好明的，信心哪不好明？天不好对啦，哦。所以呢，咱的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讲要让咱下当去了解人生的意义。咱想到想到，那无生活，吼，无咱趁钱嘛，就算对啦。这是必然的啦，趁钱一定嘛是重要，对啦。
伊咱伫咧咱个火车当中个生活，生活一定爱。哦，但是咱袂使离开咱个生活条路，所以咱爱看透一切。所以有钱个时阵，毋免欢喜。哦，无钱个时阵，你毋免怨气。你讲好，我打老师啦，啊，我见着这个阿哦，啊，这无出错，啊，见着这个阿去送，你唔免烦恼，哦，定食半日，再食半日。今天呢，钱足济，有当时也唔是好事啦，何况是呢，所以呢，你生活当，你生活当，你来体悟这个，你就了生活较辛苦了。啊，这物件，互咱会当去体悟深刻，所以一切面上的物件，拢是观照的物件，唔免烦恼。所以佛陀来讲，凡有形相，皆是无我。哦，欲见诸相，非相即见诸来。用作来讲，一切非有真，非有变，非真。哦，欲见非真。伊只只事业真要紧，啊，迄就是讲，你讲这物件关上了，你袂想要执着的，哦，所以为什么人过人生，伊来讲，安贫乐道，有得不有贫，无得无失，生活上，人嘛要自得其乐的吼，人咧，人地位性格的人咧自得其乐，人伊是做做路咧。伊是只自得其乐，因为这个世间是有缘嘛。但是伊了有得，有咧修道，有得到了，但是伊会当脱离生死啊。所以世尊在咧甲你讲一句话：心有缘。素以安乐，咱即个修行有啊，带这个囡仔修行吼，真正真忝啦吼，啊后尾也真济啦，哦，但是咱今日咱个心量是啥？咱个健康观念，哦，咱就袂感觉艰苦，所以。我发曾经发发一本书，伊头前伊写一个标题讲，说讲人生出苦海，真的吗？主要有求道，哦，讲人生是苦海吗？是有意义，因为你若有求道，你自然你等你学，透过学去体悟的人生，一切拢完全无价，凡有形象皆是虚妄。最后因时间的关系，最后。
心健康，心情愉快，欢迎小朋友。月亮好圆哦。好，刚。